原标题，红叶题诗定音元绵衣袖字来征婚。李大嘴大嘴图史，唐朝是一个骨子里散发着浪漫气息的朝代，长生殿里的缠绵悱恻，红拂叶分的毅然决然，关于爱情，关于姻缘，浪漫的故事层出不穷。今天就来说几个发生在唐朝的浪漫传奇。第一个故事叫做红叶题诗，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晚唐范书的《云溪友谊》中，之后又有北宋刘府卿所高译刘弘记的版本。到了元朝，戏剧家白朴、李文蔚把这个故事分别改编成杂剧《韩翠萍遇水流红叶》和《金水题红了》。故事说的是唐宣宗时期，后来一直做到中书舍人帝卢我赴京应举，从皇宫的墙外走过，当时正是深秋时节，万物摇落，微风素秋，葵凉西清，卢我看见地上飘落的一片枫叶，上面似乎有墨迹，捡起来一看，红叶上用蝇头小楷写着一首诗：流水何太急，深宫近日闲，殷勤谢红叶，好去到人间。这应该是皇宫中寂寞宫女的作品，文采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卢我把这片枫叶珍而重之地收藏在行李箱中，后来还会时不时拿出枫叶和朋友们一起品鉴一番，有时还会浮想联翩，写出这样一首诗的是怎样一位女子呢？后来唐宣宗清理皇宫积压人口，下令裁减宫女，准许这些大龄女青年下嫁官吏。时任范阳县令帝卢我被分配到一个名额，这位宫女来到卢我家中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在收拾卢我行李的时候发现了这片红叶，感慨万千，原来这位宫女就是枫叶诗的作者。卢我对着宫女的笔迹，果然是她写的，两人惊讶不已，这就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吗？第二个故事叫做绵衣传情，这个故事有唐玄宗版和唐熙宗版两个不同版本。唐玄宗版被收录在《太平广记》中，唐熙宗版算是续集，出现在《全唐诗》里。话说唐玄宗开元年间，有一次冬天，皇帝李隆基为了表示对边防将士的厚爱，发动宫中的宫女制作军用棉衣，然后以皇帝的名义分发到边关将士的手中。有一个士兵拿到分发的棉衣之后，发现棉衣的衬里上用丝线绣着一首诗：沙场征戍客，寒虎若为棉，战袍经手作，织落阿谁边，去意多天线，含情更助眠，今生已过眼，愿结后生缘。这简直就是征婚诗吧。小兵不敢隐瞒，层层上报，一直报告到唐玄宗这里。唐玄宗召集制作棉衣的宫女追查是谁干的，一位宫女走出来跪倒在地，口称罪该万死，承认自己是始作俑者。浪漫的李隆基并没有因此怪罪这位宫女，反而下旨把宫女嫁给了那位得到棉衣的士兵，也别等后生了，朕就为你结下今生的缘分吧。一段佳话。又过了100多年，相似的事情再次发生。唐熙宗时期，皇宫中又拿出1000件衣袍赏赐给边防将士，有一个名叫马真的士兵才分配给他的。衣袍中发现一枚金锁和一首诗，诗是这样写的：玉主制袍业，金刀何守财，锁记千里客，锁心中不开。同样的程序层层上报，一直报到皇帝这里。同样的处置办法，皇帝成人之美，把记锁写诗的宫女嫁给士兵为妻。据说后来皇朝攻破京城，唐熙宗逃亡四川，已经被调入禁卫部队的马真不离不弃，始终鞍前马后保护赐给他姻缘的皇帝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